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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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视频开始之前，多关注，多推荐，多投币，多收藏，谢谢。又是一期我们祖传的节目，我们的 Room Talk。哇！对，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房子的情况。我们这次先说一下那个地点在哪里。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这一次是租到了南京。然后我们这次多少钱？4500块。等一下，4500块。等一下，这只狗有点丑，换一只。要踩，我抱这只啊。我们这次的房子呢是4500块，然后是多少平？是68.7平啊。这个是 APP 上写的是68平，但实际住下来大概有50多平吧，对吧？使用面积大概50多平，然后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啊。终于就是两室一厅，就是说之前就是如果吵架的话还得有人睡沙发，这次就是。吵架终于就是说咱们可以一人一个床了，耶！可是我的房间里连床单都没有给我铺啊。我尽快帮你准备啊，谢谢你。对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紧来看我们的房子吧，耶、yeah! 也太鸡血了吧。一个假嗨的动作给的啊，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狗啊，就是太多人在质疑说好久没有看到六六跟 Sam， 就是那个语气感觉是我俩把它吃了还是怎么样的，天天就活到好好的啊。他们俩不是柴犬，不是很那种很乖的狗，是个比较调皮的，不太好就是抱着拍视频。好臭，那滚滚。嗨，欢迎来到 B 站巨星想做斜线大熊他的家，耶、yeah! 整个尬到，就被尬到了。首先，先看一下我们的客厅。这个我们客厅，我们终于有餐桌了啊！我们已经住了好多房子很小的，上海住的房子很小，就只能在茶几上吃饭。我们这次终于有一个餐桌了。哎呀，桌子上是什么呀？哇！然后还有我送你的那个咖啡机终于有地方可以展示了，之前都没有地方放，因为家太小了，然后终于有一个显眼的地方可以放了。还要特地强调一下，我送给你的咖啡机。对啊，谢谢谢谢你，不用谢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冰箱，然后因为我们饮料太多了，已经多到要落在上面。我特别喜欢就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，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和幸福。特别喜欢把自己塞得满满的，对，冰箱塞得满满的。最近就是风头比较紧，别说这种啊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沙发，这有什么好介绍的吗？然后这是我们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一条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SNK 小游戏机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 Switch 啊什么的，就是平时可以一起玩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自带的一个鞋柜，这是你的精神寄托。我操！自己说了风头紧还干这种事情，你恶心吗？你自己不恶心吗？这个鞋柜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，就是生化武器，就是生人勿近，好吗？就是好，接下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上面也很可爱，上面是摆的一些小手办，还有我们的牌牌。然后接下来看我们的厨房吧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厨房。咱们就是说，咱们就是健康的人，就是要买这个，就是健康人群要买这个，就是那个空气炸锅。空气炸锅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用，就比烤箱好用的多了。你可以做素的，也可以放红薯啊什么的。你做荤的，做那个什么炸鸡翅、炸鸡腿也挺好的。然后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厨房。接下来不大，但是够用。对，来看我们的卫生间吧。然后我们这次终于有了这个梳妆台，之前在上海也是没有的。然后这是卫生间，就比较小的，就这样了。但是跟上海的比还是要大很多。对对对，这地方大了很多，这个你知道发挥的空间都大了很多。滚！玩的花样也多了起来。接下来就是你的房间啊，你以后的房间。来看一下，这就是。虽然这个房间就是带了阳台啊，但是它比较小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房间，就是应小乐以后的房间。谢谢。以后你要惹了我，你就在这住。
然后这里是一个阳台，我不惹你，我也想在这住。好，行啊，满足你。然后这个阳台就是，我跟狗住的地方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拍视频啊，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啊，就可以把狗狗先放里面关一下，平时他们就在家里面就是散养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洗衣机啊，还有这个是一个小水池在这边，这边就很方便。好，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。主卧，请问主卧有什么好展示的？这就是我们的主卧啦。就是平平无奇，但是它会比稍微大一点嘛。嗯，这个比那个房间要大一点，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主卧。好的，那我们住到这个房子大概已经有一个礼拜了。那目前为止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的幸福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啊，哪里都是。你少在。住什么样的房子都 OK 的，你少给我放屁！你给我说真的，目前为止觉得怎么样嘛？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啊，就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大肯，房子更大了肯定会更舒适嘛。关键是我觉得，就是南京可能就是跟同龄挨得很近嘛，所以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人都特别的热情啊。就我们每次就是下电梯啊，去遛狗啊，或者买东西啊什么的，都会有邻居啊什么的主动跟你打招呼啊，跟你问好啊什么的。这种就是，我也不是说上海不好，就是在上海感受不到的温暖，就是这样。我就说我们在南京可能住了三天，比在上海住了三年跟邻居说的话都多。对，然后我们出去，我们第一天住到这边，我们出去遛狗，然后就有女生来找我们，就说啊，要不要加那个遛狗群？啊，我们小区有个遛狗群，就是会相约一起遛狗啊，会买一些宠物用品啊，团购什么的。总之呢，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感觉，南京这边就是。街坊邻居啊什么的都热情很多，对，然后呢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，就是因为南京离那个安徽特别近，所以这边的吃的就特别对我的胃口，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，所以我暂时就是我可能会越变越胖。哦，我们最近点的在家附近点的外卖都挺好吃。哦，最近好像我们这一个礼拜点的外卖都没有踩雷的，都特别好吃。这个是我今天点的外卖，是鸭血馄饨，哇，看着好好吃，里面有鸭血，有馄饨，还有那个我加的那个榨菜和那个鸭肝，感觉好好吃。这一家也是我第一次点，尝尝好吃吗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好好吃啊。第一次吃到汤这么鲜的馄饨，就很浓的那个，你也想吃啊？就很浓的味精的味道，真的好喜欢味精啊！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味精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好吃。可能就是因为南京离铜陵太近了，所以就很对我的胃口。这几天吃的我就没有一个感觉是踩雷的，都好好吃。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还是蛮好的一个小区。住的这个区也是一个很好的区。就是附近有很大的商场啊。对，不仅我们这个房子比在上海的时候大，我们附近这个环境也比我们在上海时候住的时候要繁华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，七宝更好，我觉得。那你不要住了，滚吧！就是七宝附近有那个韩国街能点到特别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商场啊，买东西啊什么也很方便，这边也很繁华了。那你不要住了。但是你要是说繁，你就不能尬吹嘛。但是繁华还是上海繁华一点，这边幸福感高很多。好，老是把我预想的台词，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把我预想的台词，你就顺着我说一下，能死啊！那我唯一觉得不太方便的一个点呢，就是因为南京前段时间疫情嘛，所以我们点外卖啊什么的都得自己去那个门口取。这个就是我们小区的外卖柜。就是我们在这边扫码然后拿外卖，而且这个小区就是进出还挺麻烦的，就是要戴口罩啊，还有那个
健康码啊什么的。做得非常的对，大家就应该要保持这样的。疫情期间啊，要戴口罩，要出示健康码。对，保安做得好，干得漂亮。是的，是应该这样啊，只是觉得只是不太方便嘛，这一个月，但是应该下个月就好了，就会稍微松一点了。然后这个月的话是比较麻烦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做得对，为了疫情，为了防抗疫情，我就是应该这样啊，应该以身作则，我愿意去配合。麻烦一点，没什么的，至少我们部门应尽了业务。好的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，拜拜，大家收看，拜拜，拜拜。